由萧顺义来去做到一个防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的在国王队在国王队这边也是用舒世轩来先去守到班尼特。嗯，哇，篮球队要防堵班尼特的出手啊。你的左半边是，哇，班尼特再投，这个一出手，是班尼特的时候，穆伦斯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两分机会。嗯 ，AB， 拉拉左半边抽进算 ，Anyone。机会，今天第一个转换快攻，高国豪小球交给队友跟进，二伯再补，班尼特再起，再一个进算，哇哦，棒，都没抓稳，哇，林书豪现在防守对方会有压力，哇，但是 AB， 哇，这个当时。所以那个整个出手的机会跟命中率就会下降很多。对，所以这样比赛你看，其实在第一节，哦，在高位，这也是金榜，想往里打，拔起来出手，球进球。所以如果没有快出手的话，可能就打稳了。是，把你们拿球 catch and shoot， 哇，哇，哎，不过说真的，这个规则改了之后，很多球员的惯性动作都要调整。是是是，没错没错。哇，这非常可惜啊。AB 整面跳来抽进，第四节首度得分是。往篮筐杀，靠对方身上想买犯规，哇 ！AB 靠回篮筐。